各位菩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大家请先坐下来。我们终于礼拜完一部的《梁皇宝忏》，简不简单啊？不简单，身心都要有这个准备吼。在我还没跟大家做一个开示之前呢，我必须要请卢中法师还有知音法师可以进来大殿吗？要停一下哦，等一下哦。那其实大家哦，今天呢会看到我们来支援我们道场的法师，就是我们嘉东三个道场哦。卢中法师是来自满地可的，然后呢，知音法师是来自这个渥太华的。那所以呢，之前他们比渥太华有办这个东土的典礼，我们呢也是过去支援。那满地可呢办这个联谊会呢，我们有过去彼此呢互相去支援帮忙，就是一种肢体创作吼。好，我们卢中法师、知音法师。从这边去，他们两位都很客气哦。因为我相信哦，有部分的信徒了不认识我们，你不要站在旁边呢，你是主法呢。好。对呀，好好，卢中法师呢，其实呢，在2012年呢，也有调派过来哈、哦，我们这个多伦多这边。然后呢，在2016年、2015年呢，都忘记了，他说，大概呢2015年左右呢，也是啊、哦，就是派过去满地可这边。他现在呢是满地可的当家师父哈、哦，好。然后我们也知道卢中法师呢是来自这个拉达卡，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他常跟我说、哦、印度是很美的，是很好的。好，那当然了，他来自印度，是印度哦，拉达卡。好，是哦。好，我们呢就把握哎，在先还没他跟我们讲话之前，我请好还有知音法师、知音法师过来，大家都要站中间呢、啊，嘿。好，知音法师呢，如果大家呢去过渥太华都会有印象，对对。然后呢，现在知音法师呢跟妙慈法师呢就是在渥太华佛光山这边吼，然后他也是特别的过几次吼，特别过来支援我们，真的很感谢他们两位。那总不能他们来做完法会之后回去嘛，对对，要跟我们的信徒讲讲话，结个缘吼，结缘很重要哦。好好，那我们呢先请那个卢中法师，我们请卢中法师呢先跟我们讲几句话，待会是知音法师哦。好，所以我们还请卢中法师。大家好。好，啊，当家师父请在中间。大家好，好久不见，这样，嗯。Namaste。Namaste。好。感谢大家啊！你去到满地可应该是3年多，对不对？好像是。你说2015年啊？2015年哈、啊啊，所以感谢啊，多伦多的大家，多伦多的大众啊，护持啊，就尤其是第一年去到满地可的时候呢，都是非常紧张，每天都是非常的啊。在想下一步是怎么做，很坎坷的其实啊，然后呢要什么都没什么，但是呢、啊、都是什么啊，跟妙让法师讲了，跟妙木法师讲了，又需要这个需要那个，但是呢现在呢啊，都是住持的带领下，都是满地可是可以算是过了北美联谊之后呢，就是已经是算是稳定下来了，所以感谢大家，谢谢。然后呢，还有这一期就是今年大的两个活动，第一个是北美联谊会
啊，所有的大众欢喜啊，他不是满地可，只是满地可的信众而已啊，都是多伦多渥太华所有的啊义工们全力支持帮忙的，也是要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嗯，那第二个活动就是这个北美青年联谊会，那我看到啊。就是很辛苦，然后呢，北美的青年联谊的时候呢，我想试试看我们满地可，我们自己希望可以承担起来，但是呢，很多的事情呢，啊，也是背后都是多伦多啊，很多的工作都是支持我们，也是啊，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谢，谢谢。那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能力，我也没有什么才能，就是希望大师讲的是道场是给人加油的地方。那在满地可就是努力的就是师父所讲的，就是给大众进来的有一点佛法。所以呢，每一个星期每一个活动都是在住持的带领下，都是用心的实行，用心的去努力的去做。那希望多伦多的大家继续护持我们的这个佛光山这个是我们法身慧命的家。谢谢大家，阿弥陀佛。要不要再讲几句啊？够了。其实呢，如中法师，我记得他在这边的时候，要他讲几句话，他都不要，他说我不会讲，不会开始。现在是不是呢？就是种种的因缘呢，让他可以加速这个成长。现在自己可以走路了，哈，满地可以继续走路了，哈，不用我们这样子牵着手，哈。但是还是要了，好，在他还没走得稳的时候，我们还是牵着他的手哈，慢慢走哈。真的很感谢如中法师哈，好，特别过来支援。那确实，我们他刚刚所提的两个活动，确实是我们家都三个道场。那当然有一些信徒们哈，没有去到参加那个活动。其实，在北美洲联谊会的最后一天，这个欢送这个午宴的时候，然后如中法师也要感谢大家多伦多跟满地可区的义工，还有呢这个所有的佛光人。那这一次呢，借着一个很好良皇法会的因缘，他亲自过来。跟大家说谢谢，结果他是这样子想到吼，所以因缘呢，所以呢就来到这里吼。好，那我们请智英法师，那智英法师也应该是今年三月底过来，好过来这边吼，然后呢就调去渥太华，然后呢他来自马来西亚，吼之前在菲律宾呢去服务的，也是调派过来到渥太华。那智英法师跟大家讲几句话。请站中间。菩萨阿弥陀佛。我觉得刚才那个妙目法师讲了一句很好啊，他就讲，这个大手牵小手啊，现在他们都牵着我的手。对对啊，因为其实啊，我来这里大概四个月啊，在渥太华四个月。那其实我也是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去到渥太华。那我觉得不知道也很好，一切随顺因缘呐。去到那里。大家今天我回来的时候啊，他们就讲啊，师父你辛苦了。我说我不觉得辛苦了，只是有一点忙，就觉得有一点忙。那我是觉得，其实我这一次来到这里支援法会啊，其实也是有很深的一个感动的啊。我就觉得这里的信徒真的了不起，很会唱诵啊，大家都很会唱诵。然后呢，这一次也在那个住持的这指示啊，还有那个妙容法师啊，他大力的促成。那我们在明天呢，我们有一辆巴士啊，在从渥太华，我们的信徒会过在这里来参加我们的三十纪念，有三十四位啊，对。不过我觉得我们来这里跟大家学习的，我觉得可以，他们要学习的东西真的很多，真的要学习啊。可是我觉得这里的信徒也让我很感动的。每次啊，又有什么活动的时候啊，我们住持就是有指示，就是一个交代哦，我们这里的信徒啊就义不容辞的，大家就这样子来帮忙。然后我们的如中法师也是有情有义的，我就觉得这个满地可真的是有情有义。每次他就会问，东西够吗？
哎，我应该我的状况也像他以前去到满地可一样，要什么没什么。所以他很了解，他就跟我，哎，够了吗？哎，有够吗？需要我还需要给你什么这样子？然后就开着车这样子，两个小时就把东西送过来。我就觉得这样子的像一个家一样，啊，这里需要，哎，就有人来帮忙。我觉得这样子是非常让人感动的。这佛光山就是一个家，嗯，我们的信徒也是的，其实是属于同一个佛光山。我们没有分是多伦多、满地可啦或者渥太华，其实就是一个佛光山啦。所以我也是很感谢我们的主持啊，这样子来带领他，非常的辛苦。从我看到他这样子飞来飞去的这样子，我看到他非常辛苦的。可是我是觉得我每次在想啊，我能够为他做一些什么，我能够为渥太华做一些什么。那所以他只要一个命令，那我就照做就好了，我就觉得依教奉行就好。这我觉得他的那个领导的比较辛苦，我们跟着的哎比较容易，也很辛苦嘞。对，我这次来到这里呢，虽然是短短的四个月啊，可是我觉得在这里要学习的东西还是非常多的。所以希望有机会会常常来到多伦多这里，因为我觉得这是来挖宝啊，来到多伦多不能够空手而回的，要挖着宝回去。好，这简单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谢谢。好，我们很感谢和心音法师还有如中法师，确实也是。我们加拿大有五个道场，然后呢，我们主持永固法师，因为他是多伦多的满地可，还有渥太华的主持，应该是我们加东的总主持哈，所以呢，他走往前，我们呢就后面跟哈，就很追啊，不是跟啊，是追着动手哈，那很坦白哦讲的，但是呢，在我们走在追的一种的过程的话，其实也是激发我们的一种的力量。我昨天讲我们菩萨道的一种的修行的话，菩萨会发什么愿呢？至少最基本是要发四弘誓愿，对不对？那众生无边誓愿度的话，看到众生那么多苦，你要不要去救？要。然后呢，佛道烦恼无尽誓愿断，要不要断？要。首先要自我健全，我们才能够来断除一切的烦恼，对不对？然后法门无量誓愿学，因为呢是要众生呢能够呢成，能够呢可以呢成就这个佛道，所以我们一切的法门都要去学。好，佛道无上誓愿成，就是愿众生呢能够呢就是能够呢可以圆满的话，我们呢就是为了要度尽一切的众生哈，共成佛道。所以呢，这四弘誓愿是每一个菩萨呢都要发的这个愿，就等于在座。昨天我问大家哈，大家以发菩提心，大家都说以发菩提心哈。所以你走在菩萨道上面，你发的四弘誓愿，用四摄法、六度甚至四无量心去呢度化一切的众生的时候，你是有无穷无穷的、无穷无尽的一种的力量，让你不断不断去往前。我们感谢一切的因缘，感谢一切的人事物来成就我这个佛道，我的佛道，我圆满这个佛道。那所以今天呢，很感谢哈，再一次感谢如中法师还有智音法师特别过来啊，来支援这个莲华法会，谢谢谢谢。好，一场那么大的一个法会呢，需要很多方面的一种的资源哦。那其实从坛场的布置、都插花，还有的我们每天看我们的五斋呢，还有钥匙，还有大家看到的供菜，都是我们多伦多佛光山呢的义工们哈，大家集体创作的。一个人不能成事，众缘呢就能够和，然后呢就能够成就所办的事情哦。那今天呢，这个莲华法会哈就圆满。其实呢，真的要对自己鼓掌，因为不容易，礼拜晚一步的莲华宝忏。如果你有这种的懈怠的心、放逸的心，你觉得很累，你不会再来，对对。而且我们要珍惜每一次的因缘，为什么？因为这一次大家能够在这里礼拜这个莲华宝忏，不晓得明年大家还会有没有这种机会哦。所以我们对一切的因缘呢，不管是好还是不好呢，我们都要好好去珍惜哦。
所以其实在这个不要忘记梁王宝忏一直都是告诉我们要发这个菩提心，而且你的菩提心呢是不退的。好像我昨天所讲的，我尽发心不为自求人间福报，声闻缘觉乃是全程诸位菩萨为一罪上乘发菩提心，愿以法界一切众生一时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不能做治疗看，看见众生在苦海之中，你怎么忍心？你自己解脱就好了。我们要去度化呢这些的众生，大家呢一起共成佛道，才是真正的菩萨法心。希望大家呢继续用功，我们大家呢也互相勉励哦。好了，我们今年的一年一度的七月孝亲报恩梁王法会呢，到今天这个消灾坛总回向之后呢，就是做第一部分的告一个段落，因为明天还有这个三十系念后，就是难得大家可以共聚一堂后，能够礼拜一部梁王宝忏，我是很法喜的哦，我也是很开心。不晓得大家，我想应该也是哦，身体上面的疲劳。不及我们在生死大海之中的轮回，我们经过多少次的千生万世，我们才懂得一点点，怎么知道一个隔音之谜，我们又在大海之中，生死大海之中又再来一次。所以其实真的是有海无边际，世间都有苦，唯有我们把握这个机会去学佛去修行的话，行这个菩萨道，我们才能呢能够可以得到究竟的一种解脱，大家互相勉励。好，请大家慢慢站起来。提醒大家把桌上面桌底下你的个人物品拿走，记得把这个名牌离开大殿的时候交到服务台。好，我们三声问讯之后呢，分四路出班。好，问讯。好，出班。